来到创造营2020专业方向考核公演舞台。欢迎创造营2020特邀创始人秦海璐。今天我们非常非常期待这个现场，希望他们拿出最好的成绩，对得起我们创始人。我们双方教练请派出各自战队的表演队伍吧。 It's show time。倩姐，毛毛，我们这一局也不让。好，各凭本事吧。在这个舞台上，是我印象当中是最特别的一个表演。整个舞台层次，我觉得从头到尾都非常好。这个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综合能力最强的一个组。撑腰时间30秒，倒计时开始。现在我们的灯光将宣布出最终的答案，究竟是不送战队的红色，还是 LTG 战队的蓝色，又将谁会成为本轮的撑腰王？3、2、1，